海军向美租借的两艘新港级战车登陆舰中和中平号日前在左营海军基地举行成军典礼。由于该型舰速度快，筹载量大，且可供大型直升机起降，对海军未来执行支援外岛安全防备及快速反应特定任务注意甚大。成军典礼由海军总司令伍士文上将主持。典礼中，伍总司令首先检阅了由中和中平舰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快速反应部队官兵组成的地面部队。接着，伍总司令将军旗、印信及舰名牌颁授给两舰官兵代表，象征中和中平军舰正式成军，加入海军战斗序列。这也是海军继兰阳舰后另一艘以本土化命名的军舰。随后，伍总司令在致辞时表示，中和中平两舰的成军是海军两栖战力更新提升的重要里程碑，未来还有四艘同型舰将在近年内陆续返国成军。伍总司令并对全体接舰官兵历经十个月在异乡的严格训练，尤其要忍受美东酷寒的冬季天候考验，与美军官兵一起进行维修与操作训练，使两舰得以完成12000海里的航行，顺利返国成军，表示慰勉与敬意。海军中和级军舰未来主要是担负两栖及快速反应部队的运输作战任务，因此海军陆战队的快速反应部队今天也以全装备配合两舰成军向国人展示。由于美新港级舰在我国是以中和级舰命名，在当天的成军典礼中，海军总部也特别邀请台北县中和市民代表共同分享成军的喜悦。典礼结束后，伍总司令并陪同黎玉玺、宋长志、邹坚、刘和谦等前任海军总司令登舰参观各项先进的武器装备与各部位性能。历经12个月的接舰训练，并在横越大西洋、太平洋长达41天的返航期间，曾遭逢强烈台风伊莎的侵袭，但在中和中平舰官兵通力合作、齐心努力下，仍能排除万难安抵返国，不仅验证了该型舰艇的优越性能，更充分显示接舰官兵不畏风雨、同舟一命的精神以及坚实的战力。赴美接舰啊，是项光荣的任务，但是同时也必须承担啊非常繁重的职责。在完成了接舰任务的阶段性任务之后，我们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基地，今后将在有计划、按部就班的来落实训练，将中和级战车登陆舰的功能完全的发挥，同时能够担负上级所交付我们的各项任务。这次出国接舰呢，在美国期间，工作非常的辛苦，例如是像船上的建立自修工程，还有装备训练啊等等，是一件非常很辛苦的事情。但是舰上有安排一些活动，例如像华盛顿、布希花园，还有迪士尼乐园等等，能让舰上的弟兄呢，能充分的感觉到参加海军环游世界的美梦成真。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很难得呢，身为陆战队一员也能够有机会呢赴美接舰。这次赴美接舰的重点是在于训练，除了在舰上就地学习之外，我们也到过了美国海军基地的专门学校受训，也能够了解到美国海军它真正作战训练的方式，这对我们来讲都是很难得的经验。我希望我们的海军能够日益精进壮大，没有国防呢，就没有了国家。我希望我们呢，能够尽量把我们所学的呢，付出在这两条舰上，以能够为海军尽一份心力。
号232233的中和中平舰，原为美国海军118栋及1181号舰，是美军依据二次世界大战韩战累积的实战经验所研发的2栖登陆舰。由于速度可达20节，承载量大，耐波力强，所以美国海军现仍有部分该型舰服役，近几年即曾参与波斯湾等战役。中核级舰未来加入海军战备任务后，可有效执行外岛运补和2栖作战任务。其最大特色是利用112尺长的船头跳板，搭放至滩头或码头，装载战车、重型车辆、机械装备、人员或补给品。船首并设计有34公尺长的登陆栈桥，由吊背从上甲板吊放滩头供车辆登陆，舰尾则可打开让2栖战车直接驶入水中。此外，中核级舰更具有宽广的直升机甲板，可供大型直升机起降、遂行垂直作战，使海军2栖战力提升为3栖作战能力。由于一艘中核级战车登陆舰的载运量相当于3艘中字号，海军除一期功能编配在海军2栖舰队外，也将相对汰除部分老旧中字型登陆舰，以提升舰队整体作战实力。而此型舰返国后至少可再使用15至20年，因此对海军建立二代战力而言具有相当大助力。舰艇加入代表着新希望的开始。纵观海军各式二代舰艇中，从擅长防空功能的成功级军舰，具反潜功能的济阳级及康定级军舰，到刚返国长于2栖运补的中核级舰，这一切的舰军换装工作，为的都是使海军舰次完成整体性、全方位二代兵力的建构，为保卫台海安全再添生力军，并朝向建立21世纪新海军的目标迈进。